9月27号，吴京在电影《攀登者》的见面会上爆料自己被胡歌拉下水看 B 站视频，错把哔哩哔哩的名字叫成火锅品牌呷哺呷哺，引得网友爆笑。我是被胡歌给拉下水，那天我看你们做的几个视频，然后我就给胡歌看，我说你看这呷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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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剪得多好。哔哩哔哩。还有网友分享称，吴京在见面会现场将粉丝的应援手幅叫成春联，被粉丝微博喊话科普，那个东西叫手幅，它不是春联。网友们纷纷笑到打鸣。芒果拉新闻，大早上的唠唠都听饿了，报道。